So he said, I am Latin dance little fatty. Hi, 我叫刘明雅，今年13岁了，我上8年级，很荣幸给三组小朋友们当舞台翻译。我在学校啊，好多小孩就上来问我，哎，那是你吗？我就跟他说，啊，那就是我安可翻译。然后在舞台上是怎么回事？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节目嘛，小孩也有很多人知道这个节目，就看这个节目，所以他这个挺好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节目。就是我妈妈在网上，给我就是帮我找到了这样的工作，是用 Skype。来试镜的，所以就是我这个双语的能力能给他翻译，就没有卡壳，然后说话就我就同时可以用表情来给他演，边翻译边翻边演，得到了这份工作了，我真的好兴奋。就我台下我也是他们的贴身翻译，所以我就随时给他们。安可非常就是非常非常调皮，非常非常活泼的一个小女孩儿。她在台下交了很多朋友，就是她英文就算她是中国人，在那里英文可能没说的太好吧，她在那里就很多小孩就交流非常非常好，交了很多朋友。有一次这个拉丁小胖，他们那边有方便面。在那里还有小饼干在台下等着吃，然后他拿了一些方便面问我在哪，我说美国这边他们没有筷子，只有叉子，说不是有没有筷子，我说但是美国他们不用筷子，只用叉子，最后他就直接拿着这碗方便面就可以就这样喝着就把它吃。 She's actually driving the interpreter crazy. The little girl.She's only 12. 谢谢中国的观众们喜欢我们的节目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